啲嘢想問問你，係關於愛情嘅事。即刻有個決定，要呢、這個就要呢、這個，仲可憐下我。你點話我啊？我真係人在局中，好難作決定咧。你係邊個？任策，我真係好中意你。咁我哋仲等乜嘢啊？嗱，你話要浪漫噶嘛？浪漫梗係痛啲噶啦。你做咩啊？咁难死咯！女人就好似玩 HiFi 咁啫嘛，开头玩下胆机，跟住就玩下喇叭。哇！即管放马过嚟，我可以接受人号打击噶。我哋做一日情人啦，我想谈一场天旋地转嘅恋爱啊！拍拖第一日开始，我想象的将来全部都有你份。但同佢一起，我觉得好开心，好舒服。爱情我真的玩不起嘛。点解我咁有计划？我总会觉得有压力嘅。女人最开心就是睇住一个男人为自己奔走。恋爱是一种感觉，只要以为就可以了。